我现在要快速把文字转换成表格，有这种做法，只是说你要知道说，哦，我们那个画表格的那个符号要统一，要一致。例如说，假设我们今天做一个排行榜，书籍借阅的排行榜，例如说是编号。我这边按了一个 Tab 键，让你们看一下我按什么 Tab 键。然后接下来，例如说作者，然后接下来书名，然后名次，然后那个上周名次。或者是我们今天做唱歌的那个，这样大家可能有比较，等一下可以回答我。例如说，歌手，然后这边就是歌曲、歌名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按一下 Enter 键，假设编号是001，歌手，例如说费玉清。然后 Tab 键，例如说他唱什么歌，晚安曲，还是要千里之外好了，千里之外。然后上一周第一，这周第一，这周第二好了，上一周第一。然后 Enter， 再一首邓丽君。邓丽君，然后他唱什么歌？甜蜜蜜啊！好，甜蜜蜜，好，甜蜜蜜。然后上一周假设是，本周第一，上一周假设是第二名。好了，那这是不是你看我都在打这个文字耶，能不能快速把它变成表格？可以插入表格，这边有一个叫做文字转换为表格，指这样一下确定，它就直接帮我做成一个表格了。所以我是要特别提醒你们，其实在这里面哦，它本身是有提供一些就是文字转表格的功能。